王心凌宣布有喜了，一袭大红连身裙，喜迎怀胎一年第11张专辑敢要敢不要。新专辑遇上演唱会本是双喜临门，不过蜡烛两头烧，根本超人的王心凌表示，现在最想要好好睡一觉。掐指一算，共诞生一个多月，时间压缩到他都要爆血管啦。最近最想要可以安安稳稳的睡一觉，因为最近就是都睡不成呢。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心中很多很多事情在转，然后压力很大，所以希望可以沉沉的睡一觉。有非常大，就是除了之前的吃安眠药之外呢，有一种快要爆血管的感觉。因为就是时间真的是比较压缩，然后我真的觉得专辑的歌曲很好听，所以也不想要牺牲了他，然后所以还是很尽力的，希望可以多做一些宣传。特别定制的专属夹娃娃机，要王心凌现阶段最渴望的事。往右边点，好，往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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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往前，再往前，再往前，好，放下来，就是他，他在呼唤你哦，哦，就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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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这个，哦，夹到了，这样子拍谁哈？因为这个麦克风真的是太大，它是实质的真正的麦克风，所以有点重量。刚王心凌第一告诉我 baby 所有脆弱与迷惘。新歌 MV 里和蓝正龙大磨鼻子，王心凌表示磨鼻子算小 case 了吧，是不是我们在拍戏的时候对不对都还嘴对嘴，所以磨鼻子小 case 啊。感觉怎么样？就蛮奇妙的，因为他是人夫也是爸爸了，所以耶稣的宣中心特别报道。